晚上我们哪有时间不喝？我赞成你的想法，我会想一想怎么调整以后的路线。你跟于老师虽然谈了两年的恋爱，但一直聚少离多。俗话说恋爱容易相处难，真正相处过才知道合不合适。本来啊，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放心了，你啊真的成熟了。本来没想过，被你这么一说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于途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呀？你们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，会不会忽然发现性格不合呀？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，又天天在一起，早上九点到晚九点，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，十一点才能到家。你忘记你怎么剥削我的时间了？哎呀，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。的确不一样，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，现在我要上班，在一起更多是晚上。不，静静，晚上我们哪有时间不喝？